好，开始。阿姨你好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，好不？请问你有啥物贵济，放哪三种较济？算是应该算，农历七月，农历七月算是较正贵的，就是当季的芭乐，然后从农历七月一直到明年的那个农历的那个清明节，农历三月都会有。我们西周芭乐是起，刚刚没那讲，一波就一直连续一直包的。哦。那那几张鞋芭乐才好价。从农历八月，农历八月到年后都 OK。嘿，啊，只是伊呐，芭乐因为伊呐落霜较寒，会带了啊生贵，它会生霉呢。啊，像现在就是都很甜又脆，不会酸。啊，啥物时阵会芭乐上少？上少哦，一般是看市场的需求。如果芭乐量太大，然后天气太热，它会大很快啊，啊产量太多才会再秀。哎呀，你如果没有爆大量的话都还好，因为算价钱都蛮稳定的。啊，现在芭乐几块啦？它是几零瓦的？它卖几零瓦的？税也大概在16块。它卖？它卖的4、5块、6块都有，看东西要看品质。阿姨，问题问啥？多谢你的帮忙。好，谢谢。